凶残人魔笔记大公开，在五个月里面，总共杀掉了19个人，一边一边分尸，分完尸再继续吃。两个人棒棒一枪就死了，校长打三枪，因为他恨校长。死掉了之后，也是把他给剁了，剁了之后一部分有没有拿去烧掉，一部分有没有给狗吃。